据央行消息，第24届冬奥会普通纪念币和纪念钞发行剩余部分再次开展预约兑换。根据预约安排，冬奥币、冬奥钞以套为单位进行预约兑换，每人预约兑换限额分别为20套，预约期为2022年2月11日星期五至2月13日星期日。冬奥币、冬奥钞核时期均为2022年2月16日星期三至17日星期四。核时期内未通过核查的公众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预约登记的承办银行网点办理撤销违约记录及保留兑换资格业务。冬奥币、冬奥钞兑换期为2022年2月18日至2月24日。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可根据需要延长兑换时间，或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对兑换时间进行调整并另行公告。本次预约兑换工作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共同承担。